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真欢喜，今日搁伫遮甲大家见面。咱今日来参加是。未来要担任政治局甲事务局的委员，大家唔知怎样？你要做什么无？唔知嘛吼，因为。咱以后拢是要做政府机关的决策者、监督者，啊，甲咱要做管理者。啊！那安尼时，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是啊，公共政策啊，甲行政效率。我认为这个题目甲大家以后拢有关系。公共的啊政策啊，要安怎成型？最近上闹热的核四这个问题，是不是公共建设？啊，那是一个公共啊政策。啊，是安怎？人民拢无爱。今仔日来报纸，啊，柯批啦，人有在讲啊，柯文哲要竞选台北市市长的人，伊讲。叫流氓政府要搁起，起起的，无代志，啊，才要来公道，啊，若有代志要甲封存，柯文哲安怎讲？伊讲这是贪污的思想啦，大家去想这个问题，伊乃丢出这个问题出来。我感觉伊还真聪明的人，是安怎钓出这個，拢袂使停哩。啊，到迄阵啊，民进党咧做，啊，比啊咧做，甲停起来。啊，到尾啊，国家开始做，直直追加预算呐、啊。为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阿扁啊，搁较紧啊。这个公共啊建设啊，公共的工程啊，一个乃算会使公共一个政策，较紧啊，要要搁追加预算要搁做，一挂学者。有诶讲，这是拼装车啦。什么叫做拼装车？大家唔知知影无？伊无委托一个实在有这个核
电厂的人委托拢可以去做，啊，那拢可以去做，迄介绍都足清楚啊，伊买啦。遐买一个，遐买一个，遐买一个，啊！才来投，安尼才有钱他赚啦。无怪台大这个医生要来选市长，伊安尼讲。所以咱遮的同心，阿伯啊，你咧做决策，咧做啊管理。啊，这做审核啊，是控制人，你爱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课上大嘅目标，爱予大家脑筋去想看卖咧。啊，过来要甲大家讲，行政。效率，大家想看卖。以前户政事务所，咱要去办一个户政成本，足简单，全咱台湾拢连线。提日本时代的也足简单，即马有话讲安怎？讲啊，阮城市阁改变啦，啊，即马你迄遐久的，阮遮印袂出来啦。我有去碰到这刁难的代志，啊，这就是啥？如来，咱会看到。流氓政府，我准备要疏开啊，所以各种拢要留一挂代志，互恁较歹处理的。行政效率，咱会使安尼来讲，即马拢是资讯化啊，电脑化。公务人员的人数直直增加啦，啊，唔知咧增加啥物，含迄个高冠英啊，佮转来上班，讲一个月就要退休啊，从停职，佮转来上班一个月就要退休啊，啊，一个月，佮要领讲话八九万咧。所以，咱去想这个问题，这就是咱要讲的。一直强调，秘书长，我有这个交代，以后每一户，咱即将要送伊一台啊电脑，阿伯啊，拢用电脑来处理。所以，大家回去，这是咱的政策。回去，少年的应该拢无问题啦。那年纪较老的啊，较无接受到的，啊，你后摆要去做人的主管，要去做管理人员，要去做啊。决策的人员，电脑拢未晓碰，啊，但人也要甲你糊弄一下哦，你就去用糊弄去啊。你若有带迄个咱的手机啊，三 D 的吼，有法度上网的。你甲马英九讲，你稍等嘞，你讲的数字我来查看卖嘞，拍入去查，胡白讲，什么没有追加啊？迄、那个做啥？要过新建，免过追加预算，
所以话我袂讲，啊，大家咱也都无去查资料，伊讲的咱就会对的啊。所以阿伯啊，大家人拢有这个责任，一定爱电脑爱会晓，啊无会开手来甲你糊弄一下，啊你要安怎？我早起秘书长早起7:30开始有一个活动，吼、哦，啊，迄是初级班的，我都甲输入手机落去查看卖咧，核电世界上咱爱模仿的国家，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有在用核能发电啊？无，你要看无啦。因无在用核能发电，因在用火力发电啦。所以，咱以后的政府啊、政治局、处局这些啊，同心。你一定爱讲，你有啥物疑问，拍电脑落去去查找答案就对啊嘛。所以大家拢爱会晓，这乃是叫做效率啦，行政效率一定爱提升啦。无滴滴请滴滴接，含停止的停止的哦，应该停止。嗯，啊，搁显示出来，我甲台湾人民讲，咱台湾新政府啊，要存在的啦。大家应该是真清楚，郭冠英这个事件，那荷兰讲，李登辉要去甲啊会审。美国讲袂使哩，啊才变动神。即马那是林郑泽啊，咧做台湾新政府啦，诶，主席啦，伊那底下咧领薪水啦。台湾有一个资讯议会，遐那十几个人底下咧领薪水啦。啊，这就是啥？美国讲袂使你嘛？啊，你若会审了，你就变台湾一个啊，要成立一个国家啦，袂来使。啊，咱国讲到阿扁啊，阿扁啊讲麻烦制造者，我看这国讲了会个时间搁较久。以前啊，伊讲。伊要去参加联合国，啊，这块土地都唔是恁的，恁的人民也无，土地也无，啊，政府也无，啊，外交权也无，你要去参加什么联合国？讲咩公投？啊，唔知甲你讲，阿扁也是美国个麻烦制造者。啊，最近甲咱讲要互咱啥？租地啦。主题 autonomy， 伊就是甲咱讲，咱面顶要有人嘞嘞，坐这个主题啦。这块土地都是日本天皇的，甲你，咱的论述是足正确的，所以这大家应该拢大拢足清楚。好，因为时间上啦，咱的照课表爱上课，我是讲到12:00。十分，吼、哦、啊，可能会办几分啊，无一定啦。啊，实际上咱是应该是啊，12:00啊，10:00应该10:30开始咧看啊，啥啦？吼、哦、啊，可能头啊第有时间少一点咧。好啦，咱即马无一个讲啊，咱来照咱准备的 PowerPoint， 给大家。
啊，清楚一下，咱公共政策要知影一下，啊，甲制定的过程我要知影一下。好、哦、啊，接来咱来讲这个行政效率。好、哦，咱安尼重点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咱即马来看，下面叫做公共啊政策。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决策部门，以后咱遮的人。可能你伫中央也好，你伫啊州也好，啊伫郡也好，吼、哦，这就是政府的做部门呐、啊。伫这个一、这个时间内，要解决公共的问题，何事是不是公共的问题？公共的问题，伊都唔插你啊，要直直甲你做落，啊，只直直甲你开落。吼、哦，所采取的方案。过来，公共政策啊，就是公共事务的指导的啊准则啦。因为爱有公共啊政策，爱唔才来做这个公共事务，才来执行嘛。吼、哦。啊，这就是啥？公共事务就是啥？爱了解人民的问题啦，满足人民的需要，甲促进社会福祉，甲保障国家的安全。胡嘛，那违背这个公共事务的原则啊！唔只遐学生囡啊！看甲无法度啊，唔只学生囡仔跳出来去占啊，立法院啊，这都是啥？这都是这拢甲人民有关系代志啊！啊，这是公共事务啊！啊，伊这个伊主要是问题出伫台啊，这甲国家的安全问题啊。所以有这个情形，安那讲，你啊，因为因要结束啊，所以甲人民的做啥，会看法人民的问题啊，拢唔是因的代志啦。因要安尼做，就要安尼做，迄唔是因的代志，啊，实际上这都是违背了咱。要讲的叫做公共政策的问题，啊，来讲即马啊政策的这个形态啊，这是学术上咧讲的，啊，予大家啊，你话需要了解就好啦。这就是分配性的吼，分配性的必须定功，革命先行者有什么？这是咱的政策嘛？有什么优惠？大家动动脑筋，国民先行者啊！拜你咧执政的时，你咧做官员的时，你也去动脑筋啊！啊，你伫啊规划爱提案啊，做一个政策出来啊，咱。有要发什么？咱有要发什么？咱有要发老年年金嘛，对不对？啊，秘书长安怎讲？讲八百加偌济？千二嘛吼，啊，哪会八百加千二个？啊，说不定咱是革命先行者，恁千二嘛。安尼。大家唔知道有清楚无？安尼，你都爱甲恁遐亲戚朋友啊，五六十遐拢甲讲讲的，叫伊来先取得革命先行者。
啊，地方政府伊都一寡遐做农民看病啊，啥物拢免钱，是毋是安尼？安尼，大家转去到招叫伊来取得革命先停者，安尼好啊，好啊，感恩啦、啊。即卖过来看管制性的政策，管制啊！啊，这若讲到这吼，实在有当时啊，咱要讲吼，当然这有各种的政策啦，吼，土地啦、外汇啦，吼，咱即卖要讲这个管制性的那是，这就是咱讲一个高速公路都。人民拿钱去起好啊！啊，以前都安尼咧收钱，那真正常啊。唔是啦，卡卡掉啊，或者诶，失失业啦，去为迄个叫做啥高工资嘛吼。啊，你看。去做什么动作？和财团来创一个叫做啥扫描器，和车轨安尼翕一个翕一个，啊，和财团来赚钱，啊，这个包赚的政府来赚，安尼讲袂使哩啊，啊，都爱和财团来做，安尼敢对？去思考这个问题。咱人民出的钱，这条路高速公路多好啊！啊，你干呐要讲，啊要好较紧，啊不爱收诶，这个渣男，嗯，啊都爱叫财团来设这个扫描器，啊才来好财团谈。你是想看卖这政策，绝对唔对。所以财团伊若要做，因咱会使安怎甲伊讲呢？恁阁去设一条较大条的，要爱塞迄条的，互你去收钱，阿你唔才是对。这就是啥？咱一定爱去思考，吼。这让大家我知影一下吼，啊，中分配的吼，就是因为这就是中分配啦。当然，即马有一挂实施讲，那较好起来，啊来搞较侪钱，这就是应该讲中分配啦，啊个累进税率啦吼。咱一般咧讲吼，综合所得税，啊我都。收入啊，有加迄个金额啊，我拿较侪钱，吼、哦、啊，类似这个叫做中分配啊，加这个管制啊，自我管制的政策，就是说有的较复杂的，啊是较精密的物件，你咱迄个叫做啊出口的管制单位都无法度，爱阁请遐侪人过去做检查都无可能，安尼好啦，授权。和同业工会各种同业工会，和因来认定，哦，类似安尼吼，这就是这性质吼。啊，咱即马这个结构上啦，哦，政策的结构啦，拢是为民定想啊，然后啊，才啊来上层指导下层，下层不得违反上层，吼、哦。啊，这就是从政策、甲计划、甲方案实施这个步骤来做。因为马英九行安怎，行讲一定何事要起落去，钱要直接开落去，行地方反对，起码啊，今日这个步骤讲，甲台北市长甲啊。
新北市的教做有意见的，迄、那个啊，台中的叫叫来说他卡，啊，即马又搁要去走个各县市的去遐去说他卡，卖互伊去换你，啊，这就是讲伊所定的政策啊，啊，无爱互会违反，啊，所以就是伊去进行，啊，实际上。这就是对人民无利的嘛！啊，咱也是以后拢对先进国家来做就好啊嘛！啊，我讲的新加坡人人口我无偌济，土地无偌济，但是人员工国力来讲足强的，所以。要甲大家讲，咱就去爱甲咱同款的。咱台湾是一个小的国家，咱也是爱去了解较先进的小的国家，咱来甲模仿。伊有好的，咱摕来用，典型啦，上好啦，拿新加坡来做啦。安尼大家唔知知影无？新加坡是典型的美国人。犯罪造打呢？迄、那个美国总统下派予新加坡，诶做啊总理啊，叫新加坡诶讲啊，安尼美国予阮减拍一个，伊讲歹势照拍，所以爱大家。拢爱有这个观念啦吼。起码这都大家爱会记哩。今日咱要定这个政策啊，拢是爱照这个各规定来形成的啦。吼，咱有没有这个需求啊？来认定看有这个需求无？啊，若有，再来建议啊，来啊，形成啊，过来再来啊，政策的采纳，采纳了后再来执行啊，再来评估啊，这一个循环，但用这个循环来，吼、哦，就这个啊，安尼循环个车啊，起码做好啊了后。還倒回來洗一遍看我們的做什麼這個確實有需要嗎我們如果要學都要學比較先進的國家啦不要去學說、啊、我們要花消費券敢有路用真的沒有路用所以這要學大家真清楚，当然每一项每一项拢有用到最新的管理啊科学方式啊的步骤来做出来。啊，大家唔知啊，无要紧，你上网去甲拍落资料分析是啥物？你甲拍资料分析啊？打一个问号，你甲提落，伊就甲你讲啊，资料分析是啥？足简单啊，所以大家若较认真嘞，这个图有的话，啊，恁只爱拢去甲了解，这是咧讲啥物，啊，就清楚。吼、哦，啊，这拢是我是大学，就是爱为大一甲大四。啊，这咱所讲的这些大学有诶，我无读到呢。啊，甲研究所呢，啊，研究所内底有诶也无一定读到呢。拢是要用诶时啊，搁上网去看，吼、哦，各种诶情形啊，拢无一定。哦，那个我较专业诶讲，诶、欸，遮心计啦，诶、欸，心计两句尔，啊，照讲神志学迄是。那是几学期的呢？吼、哦，
时间上的问题吼，咱即马就是要批判吼，合适的预算吼追加啦。啊，什么叫做追加？预算出来就好啊，你这个预算搞，你就无法多好做到无？唔是人追加，追加都是有问题的。安尼大家足清楚，拢总五届加出来。啊，咱即马要讲效率，两分钟哈，因为头拄啊人家用十分去，我即马甲你占。占两分，占两分吼，我加占两分吼，因为用十分去都无讲啊，占两分啊吼，歹势吼。我即摆好啦，咱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啦，这个要给大家看啦，这唔是我讲的啦。这那是《自由时报》啊，这讲的十二个官区发不出去新想的，这问题出得太。咱用电脑啊，电脑化、资讯化，人员都不见啦，这实在足冤枉的。这都要提高效率，就是大家都要学电脑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咱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